讲课，各位家长、各位师长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安。校长好想再一次说校长早，再一次，各位同学早安。不断的成长，看到你们长大了。校长以八个字来提点各位：敦品力学，身体力行。有品德出发，充实自己，让自己成为未来在社会上有用的人，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与方向。蔡主任上台为我们颁奖，谢谢蔡主任，也欢迎主任的莅临。